我是郑英杰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台北股市现货以及七月期指今天开高走低啊，中场现货重挫了110点，七月期指更是重挫了117点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整个七月期指今天的当冲走势图。今天整个七月期指呢，呈现一个开高走低的一个格局哦。那我们来看两个关键的转折点。首先，我们看到请导播拉近。这个地方叫10633，是今天的最高点，在一开盘的时候出现，最低价10488，在1:13的时候出现。那今天的区间有多大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，高低区间有高达145点的行情，145点。在公布我们今天的专业操作之前呢，我想要问投资朋友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有在跟老师的，亲爱的投资朋友。请你告诉我，你的老师今天提供你什么样的操作资讯？各位，我想这很清楚嘛，这你好好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下你今天老师发给你什么样的简讯。这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，如果你没有在跟老师的，你希望如果你要跟老师的话，他今天可以给你什么样的资讯？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想大家答案应该都一样。如果我参加一个投顾老师，一个期货分析师。我希望他能够在一开盘这个地方导播拉近，就告诉我要赶快进去放空，整个拉远。我相信你要的是这种资讯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相信，在今天你可以从电视上看到很多老师纷纷在解这个事后盘，然后对于他的操作呢，可能一个字都不会提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相信有在跟其他老师的投资朋友，你们今天所收到的扣讯，一定是。第一个，他看不懂，所以呢，他叫你观望，不要做，这第一种情况。第二种情况，他可能真的叫你放空，可是可能只有赢个一点点，他就叫你跑光光。第三种情况最糟糕，他告诉你可以做多，结果呢也不设停损，你就从这样子这个高点一路做多，然后一直报到收盘。我相信以上三种情况你都一定遇到，如果你跟的人是其他老师的话。可是，如果你跟到曾英杰的话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在今天恭喜我们全体会员空单大获全胜。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今天直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实战操作。我说，在期货市场里面啊，你千万不要去看那一种只会解盘的老师。为什么？因为操作棋子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废话太多，只有实战才是真本事。请你看一下今天曾老师怎么做哦。我让你张大眼睛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做了什么样的动作。我今天所要讲的都是我们全体会员的动作。我讲过了，我们现在的期货会员只有一组，然后软体只有一套，然后选择权会员只有一组，对不对？请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简讯会员今天做了什么动作。把就被他给没有？在今天8:59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出手第一笔市价单。我们今天出手第一笔市价单，就叫做市价放空。8:59:25市价空。七月期指目前的报价在10616附近。我特别交代会员朋友，收到讯息之后，你不要管它价位多少，就市价做空；不管价位多少，市价做空，而且要做几口，做两口大台子。这是今天早上8:59:25。我再讲一遍，这是我们全部会员的讯息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会员朋友，你只要参加曾老师的简讯会员、期货的简讯会员，你今天8:59，你的动作就是市价放空，你没有第二种选择。所以今天在10616附近，我们市价直接做空，至少打两口大台子。空完之后，各位你可以看到马上大跌，一空完马上大跌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请拉近这个地方，就是在9点的时候，我跟大家比对一下，8:59在这个地方，哦，这都高点，我们往上看，这个地方叫8:59，整个拉远，请你告诉我。今天曾英杰在这个地方，请会员在10616市价去放空，刚才这个动作，破啊现在是不是都先吹了再讲？各位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动作啊，10616啊，接着事情结束了吗？还没结束哦，请你再往下看，来到9:01:01，9:01:11，来你看一下这动作都很近哦，这8:59:25，咱先空一笔，过2分钟了后，我搁叫会员搁空一笔。七月期指直接在10596附近市价再加码做空一笔，请加码至少两口大台子，请至少加码两口大台子。我告诉会员朋友，所有的空单只要触及突破10643，我们才出场。请问今天有没有10643这个价格？完全没有，因为最高就在这里，请拉近，它叫10633。所以今天这空单空完两笔之后，
我们直接只有四个字送给会员：大获全胜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9:01:11，全体会员乘胜追击，10596，我们再加码做空一笔，至少两口大台子。我说这个是全部会员的动作哦，大家都一样哦，不分男女老幼哦，不分男女老幼哦，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。全体会员乘胜追击，再做空一笔，全体会员大家拢看会到，做会到，搁减赢会到，做会到，看会到，搁减赢会到。这个才是你需要的资讯啊！我今天节目一开始就问大家，你今天需要什么样的资讯？其实说穿了就是想要赚钱的资讯嘛。那到底今天要怎么做才会赚钱？你一定要去空嘛，要真的去空嘛，10616去放空嘛，然后10596再加空嘛。好，空完这一笔，请你看一下这时间哦，这9:01:11哦，这两笔空完之后，你知道我告诉会员做什么事情吗？来，各位，9:01:43，马上交代，会员手上所有的空单部位。所有的空单部位哦，你的出场条件刚才冷静了，刚才冷静了，哪两种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设了一个停损价叫10643，触及10643停损价就退场。那如果停损，我们就不再追踪哦，停损就不再追踪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如果说没有打到停损价怎么办？没有打到停损价怎么办？麻烦你一波到底收盘价出清，一波到底收盘价出清。各位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操作。我们做完两笔空单之后，马上交代得很清楚，带进同时也带出。我们告诉会员朋友，你今天手上这两笔空单，你要嘛就是停损出场，如果没有打到停损价，麻烦你一波到底收盘价才出场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今天的收盘价是在多少？来，各位，10500点，来，这收盘价大家看到都一样，所以今天恭贺全体讯息会员大获全胜，空单大获全胜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10616放空，10596放空，来到收盘价10500出掉，一笔空单跌232点，另外一笔空单跌192点，共计大跌424点。各位，像这样子的操作，婆阿现在醒不爱醒吹雷啊？我说这样子的资讯啊，才是你要的资讯嘛。那你以为事情结束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事情还没结束。我们接着再来看选择权的操作。今天除了棋子会员朋友空单大获全胜之外，代志还没说、哦。我讲过啊，你对我走，你只要对我走，大家拢看到赚钱的机会，不管你是多几周，棋子的当冲讯息会员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权的讯息会员，选择权的当冲班，我讲过了，就是要让你锦上添花，以小博大，亚洲棋王曾英杰要让你的财富变更大，选择权当冲班今天不得了了，今天翻倍了，今天翻倍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做的，来，一样在8:59。今天8:59，我们一共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告诉会员市价去放空，期货市价去放空，至少两口大台在哪里？10616。这个8:59:25发完call讯之后啊，8:59:40，我们赶快叫会员做选择权。7月第二周选择权10600点的卖权，报价在58点附近。我一样告诉会员，你收到讯息之后，完全不要管它价位多少，直接市价给我买20口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在58点附近。8:59的时候，告诉会员去买10600点的卖权，58点加买20口，这是今天的选择权会员唯一的一笔操作，唯一的一笔哦，没有第二笔，也没有第三笔，就只有这一笔。买方策略今天就是买进10600点的卖权，8:59，我们在58点附近买它20口。请问58点要多少资金？20口的话，58000。我请问各位，你有没有58000的资金？你一定有嘛，因为它不到一口大台的保证金嘛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跟着我做选择权，你是我的选择权会员朋友，你今天这58000进场之后，你知道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吗？来，各位，我们往下看哦，这个叫58000的资金哦，买进卖权哦，这个是7月第二周10600点的卖权，今天收盘收在115点，盘中最高来到125点，在1:14的时候出现，今天我们在8:59哦，今天哦，结果在8点加20口，各位，9点在这个地方。8:59，九点在这地方买完之后，整个狂飙。你知道我这个盘看到什么时候吗？我看到1点多，我还在发call讯。来，这1:06哦，提醒选择权的会员，7月第二周选择权10600点的卖权，58点的部位已经翻倍，触价哪里？116点，手上的部位可以获利调节出场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1:14哦。最高来到125点哦，我在1:06，我还在盯盘。我告诉会员朋友，
七月第二周选择权10600点的卖权，58点的部位已经翻倍触价116点，手上的部位你可以获利调节出场，然后这个116点一定出得掉嘛？我们来算一下哦，各位，什么叫选择权的威力？我让你看一下，今天在58点，你按照我的讯息去买20口，116点你给它出场20口，58000的资金会变成116000，各位你可以比对一下，58000的资金会变116000，你中间多出来价差叫58000。这相当于大台指的290点，各位，58000相当于大台指290点，婆啊现在行出也叫够。这就是曾老师今天的实战操作啊！我说全投顾界，我真的很想挑战全国的期货分析师，到底有哪一个人今天的期货操作可以像我这样子的做法？我真的很好奇，有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个境界？期货的部分，你只要是我的讯息会员，我告诉你要放空2笔，而且9:00请拉进。我特别交代你，如果说没有打到停损价，你一律给我一波到底收盘价出清，一波到底，不要管它中间的震荡洗盘，一波到底收盘价出清。所以如果你按照指令来做，你卖给老，你卖逃照，今天的期货2笔空单，你可以大跌424点。选择权你今天只有1笔单的一个交易，你跟着指令做，翻倍的时候给它出场，就可以得到价差58000的机会，相当于大台指的290点。我们把两个加起来。这290点，再加上这424点，加起来是不是714点？我们算700点就好。请你告诉我，700点的大台的一个点数，是不是相当于新台币的14万？大台只是700点，就等于新台币14万嘛？这424点嘛，这290点嘛，那等于加起来嘛？来，各位，这两个加起来，你加一下，会加吧？714点，714点是不是等于大？是不是等于新台币的大概14万块？如果说在今天行情里面，你可以跟着我操作，你得到这14万的价差机会，我请问你，会费还是问题吗？它当然不是问题嘛。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在期货市场里面，你每天在看投顾节目，你会发现到真正会做的人真的很少。如果说他真的今天带你赚钱的，可能也只有赚一点点，然后赔的话都赔一屁股，甚至于不管你。你跟过的期货老师都这样，就像今天的行情，我讲过了嘛，你今天的盘。今天这个盘，我讲过啊，行情这样以后，一波到底这样杀下来，一波到底这样杀下来。除了曾一杰会带你做2笔空单之外，你现在跟着老师啊，第一个，要么就是没动作；第二个，要么就是带你怎样放空，但是只有赚一点点跑掉；第三个，带你做多赔了一屁股，是不是就是这三种情况？所以选老师很重要，你要选到真的敢做敢报的，像曾老师今天这个空单报得很漂亮啊。敢做又敢报，来，请拉近。如果没有打到停损价，一波到底，收盘价出清，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就424点哦，一天就可以，一天就可以。你昨天进来的，今天会费就已经怎样干掉做肥料了。这我讲过，选择权今天做一笔对一笔，而且还直接翻倍，相当于大台指290点。跟对人是不是很重要？当然很重要啊。所以呢，今天看到这样今天这个操作啊，真的曾老师真的忍不住了。来，婆现在给吹了。实在是太犀利了嘛，去哪里找这么专业的老师呢？所以在今天我相信很多人又怎样看得到但是吃不到啊，所以过来要怎样？很简单嘛，我说过了嘛，七月份你来找我就对了，因为七月份我们个破盘价优惠，破盘价优惠，我说七月份啊，我可能在做赔钱的生意没关系，但是我一定要提醒你，如果你八月份才来找我的话，我们会全面调整顾问费用，所以这个我一直每天都要跟你讲，因为我一定要每天讲，我怕投资朋友你会说，哎，老师你有讲我没听到。如果我哪一天突然没有讲这个的话，我如果哪一天没有讲这个话，你说老师你没有讲，我每天都一定有讲。所以在八月份过我讲过了，我们会全面调整费用。但是在七月份，我们愿意帮助更多投资朋友，所以我们用这个破盘价的优惠，好，破盘价的优惠让投资朋友呢，你用最轻松的负担，最轻松的负担来跟着我们操作。那更重要的是今天，我相信很多人呢看到这盘。可能又没赚到，可能又赔很多钱。今天我额外再开放一个黄金24小时。老师，什么是黄金24小时？很简单，你想要短天期进来试吃的，我们今天开放一个试吃价，短天期的体验试吃价。但是这短天期的体验，你只有24小时的时间。我们给你嘞，到2018年7月6号下午5点，只有这24点钟。哦，你看个真清楚哦，这个截止的时间我写很清楚哦，只有一天。因为一天，所以叫黄金24小时。我们开放短天期的体验，有兴趣，不管你是做期货选择权的，我们开放这个试吃价。今天有兴趣的，一定要跟我们联络，
因为你只有二十四小时时间，不管哪一个人，你看到本集节目，当你看到本集节目的时候，你就要赶快采取行动，因为这只有宝贵的二十四小时，我让你用更轻松、更轻松、更轻松的负担来得到我们资讯。你今天得到我们资讯，各位应该说昨天啊，你昨天进来你就不要在那边想，不要在那边想东想西，你今天乖乖跟着我们做。昨天进来的，今天乖乖跟着我们做，每个都探个吹球把球。这今天的期货操作，这今天的选择权操作，为什么要想呢？我真的搞不懂，每天都验证给大家看，为什么要考虑？考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不就是会费吗？那会费是问题吗？会费一点都不是问题，你跟错人才是问题，你跟对人会费哪是问题？今天这期货400多点，这个选择权290点，我真的忍不住了，婆婆现在给我吹尾。真的是要跟着这样做，你要跟对人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好好把握这黄金24小时，短天期体验试吃价，活动截止时间2018年7月6号下午5点，欢迎上家利用中场资讯跟我们做个洽询。我们稍作休息，大家回到节目现场，谢谢各位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迎战奇峻，当冲操作，你必须用对方法，跟对专业人士，用对专业工具。迎战奇峻，当冲欢乐组合套餐，奇王当冲讯息，奇王操盘软体，两样商品选一项，3个月38800，两项商品一起选，3个月48800。迎战奇峻，刻不容缓，是立即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奇王曾老师选择权当冲班，天天出手买房策略，风险有限，机会无穷，天天享受倍数机会，看着别人赢，不如自己赚，做对选择，选择最好。现在立刻拿起电话，一通电话保证惊喜，价格满意，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我要跟你分手。不，不要。从现在起，3个要，5个不，预防禽流感。勤洗手，确实消毒。鸡肉蛋要熟食，要买合格标志的禽肉蛋制品。不生食，不购买，不自行宰杀，不喂食，不接触。3要5不，勤防护。人间处处有晴天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参与金融市场啊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它就叫做赚钱。所以我经常讲，分析师啊，千万别当出一支嘴，操作其实更是不当出一支嘴，不需要废话太多，把真本事拿出来就好。什么叫真本事？每天的实战操作，一定要勇敢的公布在电视节目上，让全国的观众朋友来目睹、来见证。曾老师目前的期货会员，我讲过了，只有三种。来，各位，跟他杀囧娘吼。亚洲期王曾一杰期权的会员种类，第一个，我们有一个棋子的当冲讯息会员，哦，这几种，我们有一套仙人指物智慧版这个一套，那再来我们有一组叫选择权的当冲班。以今天来讲，你只要是我的期货的当冲讯息会员，还有选择权当冲讯息会员，你今天绝对大获全胜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实战。我说你真正所需要的资讯，就是有人可以在这个地方请拉近。赶快告诉你进场去试驾放空嘛。那今天曾老师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提醒会员去放空呢？刚刚上半段那个call讯你已经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所以在今天的行情里面谁可以帮助你已经很清楚了嘛。来，各位，恭贺全体讯息会员，全体哦，各位全体哦，就是这一组会员。来，各位，这叫全体会员，这周回还哦。来，各位，大获全胜，怎么做的？10616放空，然后10596再加空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证据我再给大家看一遍。这个全体会员听清楚哦，你有在看节目的话，我只要有说谎，
我只要说谎，一个会员赔1000万。好，我今天如果没有叫你在这个地方去放空的话，然后呢，每个会员我都赔1000万。来，各位，每个会员哦，每个哦，来，各位，8:59:25市价空，10616附近收讯之后，不管价位多少，市价做空，至少怎样，两口大台子。9:01，七月期指直接在10596附近市价再加码做空一笔，请至少加码两口大台。然后我怎么告诉会员的？9:01哦，如果今天没有打到停损价，麻烦一波到底收盘价出清，完全按照指令做。你没有第二种可能性，你只有这一种可能性。公二全体讯息会员大获全胜，今天做两笔空单，共计大跌424点。再来看选择权的操作，选择权的会员朋友也一样哦。我今天要是没有叫你去买进10600点的卖权的话，一个会员赔1000万。来，各位，10600点的卖权，我们今天在58点买20口，翻倍之后出场，58000变116000，价差58000，相当于大台子290点，两个加起来刚好超过700点，700点就等于新台币的14万。有了14万，为什么还需要担心会费？一整年的会费都够了。你懂我的逻辑吗？所以我说跟着我做，你真的不需要担心会费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在做单的时候，一笔单都是两口大台，一笔单都是两口大台，选择权一笔单都20口，你只有这样做啊，你才有可能一天呢进来之后马上把会费干掉做肥料。你看像今天这样做，老师，那今天是这样子，那昨天跟前天呢？来，各位，昨天跟前天我说了，对的人、对的工具、对的结果。什么叫对的人、对的工具、对的结果？昨天讯息结合软体多空双向做了3笔交易，194点，没办法，昨天行情比较小，只有55点的行情，55点，所以昨天这样的行情我都不放过它。那选择权呢？我现在在讲的都是全部的会员哦。选择权怎么做？昨天，你看看，昨天买进10700点的买权，我们在34点买，在54点出场，光这样一笔交易就20000块，大台子的100点，每天都进账。再来哦。7月3号那一天跌下来，近乎完美的操作，怎么做的？592点，吓死人了。讯息会员你做两笔，软体会员做两笔，总共4笔交易，涨跌592点。然后选择权呢，一样，买进买权10750，80点出场，你60点买，80点出场，那一天最高还冲到100几，这80点一定出得掉，所以这20000块一定赚得到，相当于大台子的100点。所以在这地方我说了，你每天只要跟着我做，会费你根本不需要担心，对不对？而且在这个地方我也告诉大家，我坦诚的告诉大家，这个月绝对是我们的破盘价的一个优惠。7月份啊，我跟你讲，绝对是2018年最软的一个月。什么叫最软的一个月？我们的费用最软的一个月，因为曾老师用破盘价来优惠大家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等到8月份过后，我们会全面调整顾问费用。啊，你现在不来，然后自己在那边乱做，然后赔了一屁股，这个价值观我真的觉得很奇怪。为什么不好好的跟着我们做？你要操作就是想要赚钱嘛，那你自己没有本事赚钱的话，你为什么不让曾老师来带你赚钱？我觉得很奇怪。那些跟错老师的，我觉得你会期不管还有多久，如果他没有办法带你赚钱的话，你要那些会期干什么？你当然要找一个真的有办法带你做的，而且敢公开的在电视上每天跟会员这样子核对哦，我敢每天这样核对哦。其他老师呢，只要做错就是在解盘，我每天是硬邦邦的，硬邦邦的跟全国的会员朋友在核对哦。所以来到这个地方，我说了，你今天一定要把握。为什么？我特别跟老板争取24小时短天期的体验，我让大家来试吃。来，各位，这边有写时间，短天期的体验价，我就是要让大家来试吃。你有24小时的时间，你要注意截止时间哦。我希望在这个截止时间之前，每一个人都打电话进来，你不要等到时间过了又来这边吵，说什么你要短天期试吃一下，没有这个东西。我们有个试吃价，这短天期的体验，我让你呢，2018年7月6号下午5点以前，任何一个人，你只要看到这个节目，麻烦你一定要火速跟我们联络，来问一下什么叫短天期的试吃价。我希望这黄金24小时里面，我能够救多少个就救多少个。因为我知道今天很多人赔钱受伤，很多老师今天也做得乱七八糟，我都知道。只有曾英杰空单大获全胜，只有曾英杰带着会员空单跟选择权的卖权大获全胜。所以今天你该选谁已经很清楚了，不要再考虑了，利用这个短天期的试吃价。好，你今天进来，明天我立刻带你在市场上赚到钱。希望每一个人明天哦，明天礼拜五哦，
明天礼拜五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跟我们会员朋友一样，再度的怎样，在期货市场上大获全胜。祝各位明天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，谢谢各位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订阅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，走到哪看到哪。 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选随看真方便。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 在一起。迎战旗帜当冲操作，你必须用对方法，跟对专业人士，用对专业工具。迎战期指当冲欢乐组合套餐，期王当冲讯息，期王操盘软体，两样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38800，两项商品一起选，三个月48800。迎战期指刻不容缓，是立即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期王曾老师选择权当冲班，天天出手买房策略。风险有限，机会无穷，天天享受倍数机会，看着别人赢不如自己赚，做对选择，选择最好。现在立刻拿起电话，一通电话保证惊喜，价格满意。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买的股票才是股价涨跌的关键，每天追踪法人动态，以筹码面搭配基本面选股。